好吧兄弟由安慕希浓浓香草浓浓新味道冠名播出。要旅游找途牛，玩微信摇一摇赢途牛红包，广告时间也可以摇，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，参与互动赢超人气拍照手机 OPPO R9， 节目指定主题乐园方特旅游度假区，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好可怕，压他啊！哦啊！大黑牛啊！什么都被吃掉了，衣服也没有了。第二组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了，让我做一个现场的报道啊。首先呢，现在就是陈赫还有郑恺还有宋小宝他们三个呢，暂时决定的就是牵着手一起走，然后这边呢有好多好多的粉丝为他们加油。你们支持谁？你们支持谁？支持我呀。小宝赶快走啊，小宝你快走啊。哎呀，我一只猪鱼，那叫小宝加油好不好？小宝小宝加油，小宝加油，来呀，不要浪费体力啊，加油。可以洗进去吧，就去洗吧，来一洗吧，洗吧，来一洗吧，不是你，不是你俩就洗吧，来吧，你俩一洗我就不用跑了。陈赫加油，陈赫加油，不用跑了。你的腿断了？我没有。呀呀 ！Come on！ 现在呢，只剩下两条鱼了。你看，哇，这匹黑马宋小宝绝对是三个里面最黑的一匹马。但是现在小猎豹就，小猎豹从后赶上吗？能从后赶上吗？啊！你为什么还能跑？我能跑。你为什么还能？你为什么还能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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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小猎豹赢了，小猎豹赢了，恭喜恭喜！小宝，小宝，你被吃完之后轮廓感更强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个鱼吃完你以后睡不着觉了，没法睡了，咖啡豆都给吃了，你知道吗？能睡着觉吗？没法睡了，没法睡了。第三组，三、二、一。开始。来呀，追我呀！王祖蓝，快跑！快要夺色！吃我呀！吃我呀！吃我呀！
那你加速，你加，你不要加速，游游游游游游。我知道，我吵弄了。啊，完了。没有，你唱首歌为我们加油。就这样为你征服。哎，不要唱这首歌，我被鱼征服了吗？唱什么？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们恭喜李晨、郑凯、鹿晗获胜，再次一轮领取你们的礼拿。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游戏，应该也体会到了，在任何激烈竞争的状态下，都不要松懈。请来领取你们的卷轴。小宝去啊！小宝不识字啊！我跟你说，请前往。小宝，前几个字是请前往。请前往梨园，真的是，请前往梨园游记。哎呀妈呀！哎，厉害了！好，奔跑吧，兄弟！我的闪亮登场就这么败了？没败啊，这哪叫败？娜姐在鱼面前，我觉得败了不丢人，真的。晚上这个撕名牌啊，对呀，嗯，你只要掌握一个秘诀就可以，千万别张嘴，不要张嘴，为什么？这样你就隐身了。对，你看你现在在镜头里已经隐身了。哦，对，我明白明白明白，我倒好隐藏。不要笑就行了。不要笑，我这不是，我只要不露牙就没事。对，那什么线索啊？你有什么线索？我的线索，我的线索告诉你不就白跳了吗？刚才没有结盟吗？结盟？今天是个人战，我跟你坐在一辆车上就结盟了，是这样吗？我们肯定三个一起是内奸呢。对，还是喷气口啊！啊，好恐怖哦！啊，是不是回答问抢答问题啊？历史是军事考答吗？俗话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们必须要日复一日的学习和积累。请打开你们的任务卡。满腹经纶，当你面前的手举起时，请立刻说出规定类型的词语，答对得分，答错接受惩罚。那就等于强行让你回答呗。对，你不想答，他帮你举手。这手举不举不归咱们管，但是答不答是我们的问题。对，你要答错了，你就是该受惩罚是自己。哎，你们要不要这个管子先试一下，这个喷出来的效果是什么？好的，不要按错了啊。九号。我说要举那个烟，不是试这个手啊。不是是这个手啊！这个太吓人了，来吧，试一下。不要，哇，不要，我说试一下，谁？我说试一下，五号，试一下我这个。游戏一共分为四个部分，每一轮的获胜者都可以获得一个锦囊妙计。我们第一轮需要回答的词语类型是叠字词语，叠字结构为 AABB， 举例是干干净净 AABB。 哦，我们现在从九号开始。上上下下，进进进出出，来呀，快快乐乐，
平平安安。耶、yeah, ，左左右右。来来往往啊。唧唧歪歪。是是非非，上上下下。说过了，说过了。说过了谁说的？我第一个啊！等一下，投诉他干冰量不够。对，管子太远了，也没对准。再喷一下，哎、你就喷长一点点，来。升天了都。超超人人。好了，继续。高高兴兴。继续，来来往往。说过。说过了。啊！啊！在旁边，在旁边很可怕，在旁边感觉很可怕。谁说过？你那平平安安的。说过。说过。说大大小小。哎呦，这个别说过了吧。哎呀，耶！哎呀妈呀！对吗？投手！哎呀妈呀！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吗？喷！这个没有的，嘚嘚嗖嗖没有记忆。有东北有，东北有。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我替小宝说一句，东北话有，你别嘚嘚嗖嗖的。有。对呀、啊，有姐姐，有。姐姐，我们。凭什么拍人家？对呀、啊，这干冰谁喷的？我喷他一下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意思是不是得瑟？是得瑟。对。不是得瑟，是嘚瑟。是，不是嘚瑟，是得瑟。得瑟。那我们这儿大家得瑟啊，对对，你们叫得瑟，我们这儿叫得瑟，叫得叫得色。好，这个算对，刚才误喷，不好意思。对呀、啊，把这分给我加上。刚才算你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刚才误喷，不好意思。误喷，不好意思。对。光嘴说就 OK 了吗？来，继续吧，继续，来，辛辛苦苦。哦，花花绿绿。哎呀，漂亮啊！唧唧歪歪，说过了啊！我说的，爸爸妈妈。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，爷爷奶奶。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，这家里这嫡系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说，我说五五六六。什么是五五六六？什么是五六六？快记账，记账。哎呦，牛啊！哎呦，牛啊！五五六六没有吧？没有，七七八八，五五六六是个组合。